要到了高峰期间呢，地势降这个事。把你要撒下去，你把我绝不撒下。把你重视大家，这还有一个老，这就该我当着老。我操！
上个视频，我们这次画个更简单有趣的。完成，刷掉，重新来过。气球摁下抬起，摁下抬起，再刷掉，开始转起来。这么简单好玩，你也可以哦。你是洗菜呢还是洗衣服呢？每次洗菜都这样，大冬天了总不能穿短袖吧。来给你这个防水套袖，天然硅胶材质，深度防水，袖口紧致不脱落，做个家务就算泡在水里也滴水不溅，冬天穿着它不仅耐脏防油还保暖呢。最主要的是价格跟没花钱一样。真不错，给我一个吧。想要呀，这个视频评论我想要，你也可以拥有。好嘞。火锅上装了电梯，这个老板很聪明，以后涮火锅再也不用满锅里找肉了，方便又卫生，不错的设计。窗外的马车子哎，在定心。停停停，重来。